就是上网上的那种教程，我试过了就是可以用。然后下面就说一下什么把代码推送到上去，是不是用一用就对应到我们那个 app。其实是我之前那个我们做昨天测试的。把上面的拉下来，然后再推送到搜狐。它非常简单，就是右键选，只要你把那个选中的这个文件，然后右键它就会有那个，就是这些，就是选项，非常方便，你可以推荐推很多文件上。知道了是不是？你这几个都很大。很快，我看我试了，我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这个得自己。对吧？你这样，你新建一个，你这个，对呀、啊，新建一个文件夹，把它推上去。你知道为什么你这个里边有的打对勾吗？有的是问号。你知道打对勾代表什么吗？传上去了是吧？嗯。绿色的对勾，怎么着才能将那个对勾去掉呢？你看，你当前文件夹下有一个底儿 get， 你只要将这个底儿 get 去除删除掉之后是吧，这些就全没了。对，刷新一下，不是在这儿，你在哪儿删除就在哪儿刷新啊，刷新一下，你看没了吧。你知道那个点 get 是什么吗？点 get 它是一个记录，就是记录你传上去了，记录你提交了什么，它就相当于一个记账一样，在一个公司里边，它就相当于公司里边的会计，然后给你记账。你刚才把记账的给删除了是吧？你刚才那个 test 就相当于是一个新的一样，它和外界没有任何联系了。所以说这个我们得知道。之前有的学生是吧，把他电脑上的把他电脑上的这个 D 盘里边所有的文件是吧，都打算上传，但是他还没有上传呢，一上传发现 D 盘里边所有的东西都打了个勾，看着呢就特别不自在。之前没有勾啊，你现在有了勾了是吧，他说这次怎么把这个勾给他去除掉呢？我们就得知道为什么会有勾，就是因为它这个点 git 知道吧。你看为什么我们在 git 的时候第一步就是 git 点 init 呀， init 是不是它的初始化呀，对吧？我们初始化就是给它配置一下，让咱们 git 在这生成某一个东西，生成一个表格一样的东西，然后你每一步的操作都在这个 git 里边有一个记录，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。好，你继续。
听到这个就是 HTTP 传输的那种，就是单机上来，然后单机上是什么，然后就是我当就是复制准备到当在本地建设的这个复制，然后就是 OK， 然后就是重新上来，然后旁边就有不认识的大学生，然后自动下三年的那个文件夹，然后就这个设置可能只是从这个就是还没到你这里，然后你还要再拉其他的那个那个最新的代码，就是说光从那种代码也是怎么是，就是不需要你再对一个打字。看那个上面是不是十四个呀？那 remote， 它是正在就 compressing 是压缩的意思嘛？是吧？你是第一个，你看你第一个档是吧？是 enumerating 枚举是吧？查了查，一共二十四个。第二个的话是 counting objects， 是数一下的意思是吧？数一下有多少个对象，二十四个。第三步呢是 compressing 压缩，然后压缩完之后就开始传输嘛。大家注意，它这个属于是就是可视化的界面是吧？相对于这个指令操作来说，就更简单一些啊。就是别人给我们写好了指令，然后做成了一个工具，然后让咱们去使用。之前张涛给大家讲的时候都是用的是命令行是吧，两种方式都可以啊，是吧？两种方式都可以，你不要停，先等一下来。你看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克隆的时候，你看就是你停下来，那你再打算怎么做呀？把给他啊，好，那也行。你在这能删吗？在这很显然删不了呀。啊，在这倒是。commit 的，这个应该就删了。看一下你哪个文件比较大吧。看看这个里边，这个都大不大呀？你这是论文是吧？你的论文大不大呀？你看3.09兆，看到了吧？你的论文是3.09兆呢。那你如果是一个是3.09兆，你这里边不是有好几个吗？是不是？你看这个是4.09兆，你说大不大？这应该是你的毕业论文，所以说这是比较大的啊。或者说你也可以再创建一个项目呀，里边就有一个 readme， 那就比较小了，对吧？再创建一个项目。啊？没事，那也不麻烦。所以咱们现在就知道它为什么刚才传的慢了吧？因为你看它里边有十几个这样的文件，是吧？如果要是有十几个这样的文件的话，咱们就一按一个4兆来算，那就是40多兆，
是吧？所以说它网速比较好的时候它快，一旦网速要不好，白天了，那网速就会慢下来了。看这个里边东西多不多？哎，这个里边少，咱们就使用这，可以使用这个呀。但是你看你的杭州零幺里边是不是已经有一个打勾了？看到了吧？成功了，是不是 close 就行了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谢谢。